烦恼是啥？就是念头，就是妄想啊，杂念啊。这个念头一起来，这古德也说了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啊。念起来不怕，如果你不起念头，那你已经成佛了，成菩萨了。凡夫哪有不起念头的道理？一定会起念头，要觉悟得快。第一个妄念起来了，第二个就阿弥陀佛，把这个妄念压下去了，这就叫功夫。越快越好，你要这个阿弥陀佛不快起来，这个妄念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他就麻烦了。就造业了，第一个念头起来还没有造业，我一句阿弥陀佛把它扶下去了。所以佛号念久了啊，专心念，一心称念，念久了啊，这个佛号就有力量啊，这叫功夫啊。为什么呢？确确实实能把妄念呢扶住、控制住，有这个本事就能往生。所以虽然不是断烦恼，扶烦恼，扶烦恼容易。我们任何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都可以做得到。如果讲断呢，那确实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。那么虽然福烦恼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，我们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就恍然大悟啊，西方世界没有恶缘啊，所以你到那个地方啊，烦恼习气没有断呢，在那个地方就环境也把你扶住要扶住，没有缘嘛。那个地方人通通是诸上善人啊，没有坏人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坏人，没有害人的人啊，也没有欺骗人的人啊，都是好人，不但是好人，是最好的人，上善之人啊。西方世界的环境六尘都说法啊，所以哪有不开悟的道理？所以我们带着烦恼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到那边去不多久啊，烦恼就真断啊，而且自自然然就断了。